防护的亲入地方了解民意，所举办的全民时间最后第二场是来到草屯镇，有真侪乡亲专工前往登情，包括民众的土地因为马路溪征地时被征收，后来土地被用完，希望会当赎回。另外，伫救济大地震的时阵，民众因为土地伫断层带顶头造成刷位的问题，嘛拢趁着这个机会，甲县长伫面前来做登情。阮921断层带哈啊，这个土地移伫这个灯辉路上啦，啊，这个情形我来请啊、来请县长来甲咱处理啊，县长真辛苦。这边登记的案件拢总有18件，正在是道路拓宽以及土地问题。政府希望透过全民时间这个平台，会使协助民众解决因的问题，得到真侪人的肯定。他会去做更正，他。所以我觉得啊，县长有讲句话，他觉得很对。他说他没有来跟县民面对面的话，他不知道县民有那么多苦啊，那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这样子。我就最头痛的哈，就是因为县政府的财政啊这么困难哈，那我赶快要积极啊，去争取经费啊。那这个县民实践所提出来的需要争取建设的经费啊，我们要积极的来争取哈。在这场全民时间，包括多位县议员也都前来关心到协助。县府表示，全民时间十三乡镇市特别行透透，民众的欢迎真热烈，之后将会继续来举办做面对面的沟通，让乡亲会使把因的问题讲给县长听。记者林云新采访报道。